我是卢碧瑶，出生于广东木雕世家，是红木宫灯制作技艺新生代传承人。宫灯又称宫廷花灯，始于东汉，盛于隋唐。在这片华夏子孙耕耘了5000年的土地上，宫灯点亮着新生的希望，厚积着中国人祖祖辈辈的憧憬与理想。作为东方审美的载体，做宫灯其实也是在修行，它永远离不开耐心与恒心。从开料到成品，56道工艺要你一点点的磨。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跟宫灯对话，有时我把自己想象成乘风而来的古人，有时又仿佛是穿越到古代盛世的现代人。就像宫灯，它既需要有历史的沉淀，也需要新鲜的灵感，让传统与现代相交相融，用创新科技点亮宫灯，唤起更多元更明媚的光，让宫灯文化不只封藏在博物馆，而是与生活串联，让传统成为时尚，让经典成为流行，用青春能量唤醒传统文化之美，让热爱看得到更远的未来。